带来了很有趣，大家还可以有就是晚间了，像夏天可以到公园什么地方了。你要冬天的话，没有这个冰雪节，我们都在屋里边看电视，就没什么兴趣了。这个蛇吧，蜀山人都比较那个机智灵敏，所以说在这一年里呢，我觉得人们在做起事情来呢都是比较顺心的。